这是哪里啊？办公室，逃出临界点。慢慢的回忆一下，到底做了些什么。我的钱包里面没有钱，大家都是这样。你们都用八位数的密码去保护你们两位数的薪水，两位数的存款，可不可悲？好想哭。这家伙手电筒从来就没有改良过吗？毁灭身体原因将离开临界点。哦，原本是嘉宾，名字叫鬼面。鬼面有好多粉丝，不要让点击率流失。推荐有奖金，卖事。我现在干嘛？是要下班了是不是？你又不能跑啊！后面还会不会回到一些传统建筑物那边呢、啊？我不喜欢大楼里面，那大楼里面粪便我已经看到，已经多到不想看了，你们知道吗？S A 屁股饼干，这个 cookie 吃起来有一种 S 的味道。大声哦！钱包可以逼耶、欸。回去继续找线索吧。啊，走快一点。是他们的主播合约啊，类似的、啊。想要找到佳慧吗？对啦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好健忘啊！他就是那一开始在九龙打电话来的。这个音乐是不是拿版权东西来乱用的啊？公司上次是不是买了罐头音乐一堆？其中一台 DV 机很邪门。DV 机就是你上次在城寨用的那台。但凡被他拍摄过的人，都会受到诅咒。不信的话，就去找录像，亲眼看看吧。你在放屁啊？这是暗房吗？为什么就用红色的灯啊、欸？也不对啊，干嘛用红色的灯啊？谁想出来的？硬碟，哎，插入电脑，好、哦。那硬碟这都有3.5寸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声音我怎么他妈好像哪里听过啊？我是阿海，今天的我是哎，我可以走了。这个地方有好多弹幕哦，是传闻中越剧花旦分尸案的现场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。讲话还很有效果。这是哪里啊？啊？东西啊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剧团演出留念、欸，他说这是什么地方、啊？花旦什么？我怎么讲完就忘了、啊？三，密码吧，一个。花旦分尸现场啊！啊，分尸现场随便就可以这样进来哦。不是那个什么前什么小豪演的僵尸片里面那个道长拿的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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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是什么啦？苹果怎么都被烂了？他眼神好恐怖哦！对，我知道要找对照图啦。这个，有
好，心脏四。啊，有了。好 cheap 的特效。啊，这个垃圾特效音真的很垃圾，真的很罐头哎、欸。他的直播室全部都是机器人的，就像我的直播室一样啊，不是全部都机器人吗？那边打那么一大堆七七七什么的，没有感觉他是要做一句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人怎么章鱼博士啊？他为什么要？人家是花旦呢？人家不是要做蜘蛛人的死敌呢？搞什么啊？我倒上去，叉叉好。人死断气到转世投胎，就说人死掉之后49天内，他是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东西，就是给他另外一具躯体，然后把他的灵魂放进去，这样让他附身这样。啊，这个灵仪就是死掉的，不知道是花旦还是什么。脆弱好，那我是要干嘛？用我的脑袋撞下去吗？哦哦，死死死！哎、欸，被鬼吃了啦！哇，没有了，太棒了！这个题材，看完了录影带之后，阿乐作何感想？一个屁也不放。他心里是不是想说，完蛋了，为了工作，我一定会被派去那边。佳慧，佳慧，等等我！佳慧，完蛋了，我已经到了。刚说完，我已经到了。佳慧，这个阿乐是对佳慧是死心塌地还是怎么样吗？哎，到了、欸，这不是阿海拍摄的那个地方吗？佳慧呢？佳慧呢？闯，这会不会变啊？七，难不成那个八卦我还要再转一次哦？怎么也直接有个按钮可以按啊？这可不是要解谜吗？怎么突然在这个垃圾椅子上面多了一个这个啊？啊，他家为什么用这么精密的开门仪器？神奇博士，哦，墙壁打开了啦。上一个死掉的实况组并没有发现里面是什么，他就死了。身为一个人偶，持有机关是很正常的。肚脐按下去，你的老二就会缩起来，对不对？地下城越来越高了，哎、欸，我可以站起来了。他是在公宅里面自己乱挖洞啊。豆呀！啊，地下室？他是刚好挖通了地下室，还是什么？这个是，这是短头发的，应该是灵异啊，花旦，应该是了。越来越大声了、啊。找东西来敲。35年来，每天在妓院留宿，这里像家。你容我离开，
不当保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客这边可能就闹鬼了。椅子上有棒子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今天视线迷茫，装目朦胧。开锣喽！这是要上楼吗？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中用了一大堆版权的东西耶，差点把我吓死，你们知道吗？突然就进入了怪物画面啊！快逃！我有记录啊，我可以去死一下吗？哇，好大只哦！嗨，等等等等等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不过他追逐音乐，我真的很怀疑来源，你们知道吗？按错啦！哎、欸，他这个模组自制模组其实很屌哎、欸，开玩笑吗？哇，怎么没有路？在前面呢，等我是不是？蛋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！像这种蜘蛛哦，如果我踩在它背上，它是不是抓不到我？异想天开。哥哥，哥哥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我娘亲啊！本人遗失法钗一只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叫魔药是不是啊？欸，你们仔细看这个罐子，这罐子好熟哦！以前看一些古装剧，里面会装一些药或者是毒药，对不对？是那种罐子，好熟哦！怎么搞的？锁住了，金疮药，真的啦，没有骗你们，就是那种古装道具。石城名妓张一，从城楼药下，大家唏嘘。天籁之音，倾国之貌，惊艳世人，却为了一个人去自杀。为谁啊？再漂亮，这唱再猛，啊，不就是妓？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歧视啊？可是我觉得。好，这个了。好，这个了。都有了，都有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炸了什么东西啊？他没有写是什么东西耶，他只是写装满液体而已。老姜，老瓶子丢上去。钥匙，钥匙好奇特哦。那刚刚我炸出来的那瓶汁，就是为了要开门而已啦，因为重量够重嘛。小慧。是你吗？我这就过来。这手电筒能不能捡啊？双刀流这样，这样，十六连照工具。
穿墙了嘛？我可以跑吗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？哦，他这到底有没有版权啊？妈的，烦死了！我来喽！哎，我在桌子下面会直接死哦。角色蹲着走跟站着走的速度有没有差别？好悲哦，要怎样宕机？是不是快点呐、啊？走啊！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怎么过啦、啊？走出来了，他还在啊？什么鬼啊？他这个走完在门口也不会记录哦。那奇怪的是，我已经走出去了，关卡照理来说过了啊，怎么又被抓了、啊？蹲着走完。我在这个关卡要走他妈三个小时，是不是啊？在这边蹲走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可以给个记录点吗？班主说木偶表演取消，因为太落伍了。好。排练的时候，发叉一直戴在头上，是感情的见证啊。这、就是她的男朋友啦。一开始说什么铭记为了一个人去跳楼自杀，就代表说林英可能是喜欢上了某一个人，有没有道理？大家觉得很可惜，他怎么会喜欢他？他很有前途的，这里吗？哦，嗨。他也太好了，这音乐怎么的？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不是这里啊。不是这里啊。好像在吃豆人听过了，哪里啊？要回这边吗？我管他什么乱串一通，我才不管呢、欸。玩恐怖游戏玩的绑手绑脚的，该跑的时候不能跑，可以跑的时候怪要跑的比你还快100倍。走一走，不管到哪里门都开不起来，又要钥匙，又要老虎钳，又要柔赖把，还要打火机，到底是在干什么啊？好慢哦，快点！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恐怖游戏？就是主角在跑的时候，他会疯狂的大叫的，这样一直这样跑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整场都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张宇海摄影师，哎，这不能讲。是哪里啊？
胆小狗英雄。哟、阿海吗？阿海，妈的！阿海妈的！吊死之前东西先放好，家当排一排。九月十三日，我是逃出临界点的阿海。嗯。节目组的人呢？我一个都没见到。发可要死不见了。九月十四日，我探索了很久，却怎么都离不开当年用 DV 拍摄的那个地方。他在这边待了好几天哦。我是被困在了视频里。九月十七日，好像已经过了三天了。什么都没吃，好恐怖哦！但却不觉得饿。他在这边，感觉这里好像还有其他人。我还经常能听到诡异的歌声。我已经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这钥匙放在哪里啊？那个东西根本不像是现实存在。我逃不了了，而坚持。死了吧，就是他逃不出去了，所以他就直接自杀了啦。他在这边也不会饿死，他刚刚自己讲的，就是说这边已经是一个奇妙的空间。哦，这边。哦。纷纷的世界。舞台欸，明月剧团，债务居士，靠北是怎么进去啊？这边好大欸，上台表演。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图好老哦，这种图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啊？比如说像抽象派、印象派啊，什么什么什么派的，有没有？那国文课本上面还是什么东西，怎么都有这样子的琴的图啊？啊，这怎么不能剪啊？时间还没到，不准剪。欧派、庙派，哪里呀？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好，那台 DV 到底怎么回事 ？DV， 那就要说到他灰机。如果你不想跟阿海一样的下场，还是先想办法离开吧。那家辉他在哪儿？喂！哎，他就是不讲。缺了一些部件。这个图好像我们早期看到人家八加九身上刺龙刺虎有没有的那种图。好多图哦，好有趣哦！谢谢班主任对我这风水佬的赏识。嗯，妙术居士啊，这是叫是不是是不是林英喜欢上的、啊？那小东西，要把它插成全部都是平的啦。啊，34是基准啊。问题是，它提示上面完全没有第一根基准线，那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根签到底哪一个是第一根啊？你们知道吗？重要的点是这个，如果那张提示点上面图上有，比如说最左边或是最右边，甚至是中间其中一根是写着基准线这样子，下方红色区域，妈的，当我眼睛是长在这个盆子下面是不是？我玩恐怖游戏不是来插签的，好不好？还有两个，那这个钥匙可以解了吗？可以了。
你退费了？为什么？太难了吗？不可能吧？这游戏才200块呢。虽然有一些比较烦人的解谜啦，但还是值得看的吧，值得玩的啦。凤，把这个，还直接就是，比如说红色面具有五个，就是五嘛。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顺序，蓝白红黄，六、二、五、三。这边在干嘛？哇操！这门怎么卡住了？这门怎么卡住了？啊？这怎么自己倒了？他刚那段配音的速度太慢了一点了，应该像我直接讲这样。哎，怪物不见了。螺丝皮，好，可以。啊，看，叮叮，为什么每一个上面都写个尾啊？伟哥是不是？阴司眼哦，可以透视哎、欸！看什么？他这个有这个解谜方式，为什么我有点印象啊？你们觉得呢？这可以看透女生的裙子之类的吗？密保后台啦！哦，开眼了，开眼了！他在唱上海滩是不是啊？赞哦！我觉得以前这种剧团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对这类型的事情就比较迷信啊？不是说不好，不过传统如此这样子。虚兔位置啦，等一下，又缺少零件了。是吧？为什么你们眼睛都看得见啊？我有时候常常这样一晃过去都没注意到、欸，哎。佳慧，佳慧，你别跑了！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我画面变得有点怪小，要打王是不是？欸、蜘蛛丝、欸，这是盘丝洞吧？完蛋了，打王啊！到啊！我的视野只有这样子哦。哦，动起来，动起来啊！在哪里啊？
我觉得他逃跑动画也太廉价了吧？他是整只消失哎、欸。再有一次，再给他升起神器，你们知道吗？哦。东西啊！斩鬼者觉悟是不是外骨骼穿起来？200块的淘宝灯吗？没有了，只有这一关这样子而已吧。这个感觉像是那种3D 烈印法器，你们知道吗？所有东西都要开始要跟着科技进步了。你们以为和尚敲的那个是木鱼吗？木头做的吗？没有。3D 列印出来的，他有的时候身形会不见，会让我觉得很困扰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吧？ 3D 列印，阳具一根。九阳，至阳之子，就是然后呢？他这个法器是伸出来把这边整个剧场烧掉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不解释一下？我纯粹就是要把这边烧了。怎么烧他的、啊？别唱了啦！我来了，保存呢？搞什么？哎，我出来了！我刚从异空间活着出来了，主角又再度失去了跑步的能力。那要触发好久啊！新鬼话连篇诅咒 DV 机，相传二手市场有一部 DV 机，很快被成交。新型贴纸机器上啊，拍摄主人死亡过程就是阿海那一台嘛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用的那一台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拍佳慧啊，那第一次出夜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拿到了诅咒 DV 机，DV。歌怎么讲 ？Go logo logo， 那不变 logo 了吗？谁呀、啊？他妈的！哦，这是已经目前已经死掉的人的扭曲脸图啦。看到这个扭曲脸图，我都想到《死奇遇》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之前有类似的。啊！鬼出来之前，鬼出来之前要电音一下，中！这又是什么版权炼金音？是不是？已经死这么多人了吗？佩佩吗？是谁啊？林音哦，阿海。还有从楼上坠楼那个带土神威放神威的时候了，哎，可以正常走路了。一个人看片，怎么又有录影带？这样好久哦。欢迎来到逃出临界点，我是阿奇，现在新的哎，新的主播是不是？还是这已经第三章了？我到底在第几章啊？今天我带了鬼姐特制的测鬼器，带大家在一起。哇哇哇！我已经第三章了，直播暂时中断，代表他们已经遇鬼了。又是另外一个人拿到了诅咒的 DV 机。哎呀 ，DV 机。哎，等等，换地图了。大家跟着阿奇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是第几章啦？我靠！我先回主选单一下啦。感觉这个章节没有说很明显呢、欸。
五张啊。啊，我到底在第几张啊？我刚刚这样一整段过来已经蹦了第三张，然后又到了第，我不是才玩一个小时吗？我一直以为我还在第二章欸，原来死亡直播就是灵音房间那一段就已经是第二章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到戏院就是第三章了，然后出现蜘蛛怪，欸，通灵意境就是我们刚刚回到那个办公室那一段就是通灵意境哦，然后接下来阿奇这边是第五章这样子哦，太快了吧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要做一个章节提示，说第五章，这样 Chapter 2啊，出现在荧幕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先分段了，好不好？我原本就没打算一次破完的啦，这是太夸张了，怎么一瞬间蹦到第五章啦？太快，这车速太快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那车子那油门踩下去都不会放了，搞什么鬼啊？先分段一下啦。玩到这边我觉得其实不错，因为它有结合了很多恐怖游戏的点在里面。但是今天戏院那一关对不对，老旧戏院的场景我觉得还 OK， 不过大楼办公室我觉得就有点看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样。然后蜘蛛怪其实这个模组做的不错啦，真的。但是你每次在击退它或者它在追你的时候都会就不见了，这样子有点突然。还可以，真的啦。就比如说有追逐啊，有解谜啊，还有那个该死的那个签的谜题，有结合一些老旧的传统文化在里面。OK， 好吧，分段一下啦。哦，真的是车速太快了。